提亚姐你好，我来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您选的那一首歌，我觉得也挺棒的，流年，黄色对，流年。我觉得也 OK，希望你可以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是。因为我在想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来一趟的话，如果我帮不到你，那我还是。我理解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之前的歌格局都比较小，是在写自己，然后我们是希望可以唱一些大山大河大时光大人情冷暖那一种东西。对对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其实就是往 indie rock 那边走，我自己是这样想，然后再加上群鼓，对对，我自己的群鼓群鼓跟管乐吧，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对。对，那我不知道那个缇娜姐，您的意思是比较想要往哪个乐风上面走会比较合适一些？就是我觉得音你乐这就是个很想法重是要的。OK 的，因为如果让我平常的东西也有可能就是也是大家都想不到的，但如果这个可能也许是可能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，我觉得也可能会是一个 surprise。我其实觉得流年流年流年吗？我觉得流年蛮好的，只是流年它的疑虑就是，我觉得它更难唱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这觉得个你唱，我已经脑子里，key 的问题，觉得你唱一定很好听。我好像还蛮有信心的，我觉得你可以，所以我也相信你，对不对？您大概是什么调？我都行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缇娜姐，我先稍微试一下这个 key，我跟声乐老师稍微试一下 key，然后我们可能5到10分钟后再跟您确认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不好。相识之前，情动以后，穿不过一天，留不住，算不出流年。好一点，就是我觉得要换一个节，那个感觉要利落一些。对，就是得换个那个，而且他就像有一种侠肝义胆的那种。对对，就可能是两个性格，那种他特别刚。特别刚的一个人，特别柔，柔的一个女人，遇到一个特别刚的男人，对吧？哎，蔡蔡你好。我刚跟那个声乐老师定了一下，是我目前是降一小调，降一小是吗？原曲是降 B。对，不知道听雅姐的意思，因为我应该会比较用。唱怎么讲？边说边唱的那一种。哎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哎，我期待我们的这个呈现是可以留下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